弄了我白讲，不然要不要告一下？不然我告一下，我试验一下好了，我拿给律师看一下好了。不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做这种谈话性节目呢？事情都不加查证，就整天在那边东吹西吹的，真的是很爱吹耶。我也不知道你在吹几点的，那是刚好说，我那天在搜寻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说，哦，看，结果我看到你这一段，我就觉得我快吐血了耶。我就说你在这什么鸡巴、啊？这到底是什么鸡巴、啊？我就看到，知道是什么鬼啊？什么馆长什么的，哦，真的是很厉害的，你们，真的是难怪哦，很多人都很怕媒体的，就是这样子啦，我是不怕啦，很多人怕那个民进党啊，我是不怕啦。哦，我觉得你们现在有民进党啊，你们这些电视台啊，跟中天哦，中天真的是，我现在看起来哦，你们比中天还过分，真的很过分啊，真的很会吹，不要说官商腐烂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反正晚上没什么事嘛，等一下哦，找一下哦，那实在太好笑了，我实在给各位看一下，知道了吗？哎，找到哎！你看他这个，你看各位看哦，他这个谢谢你哦，谢谢你的梦金。他这个是一天前哦，有没有？代表他是这几天、哦，但是他里面讲的东西真的不对哦，跟大家讲。活动啊，希望这个馆长出席，馆长出席，对，好、哦。然后好像是就是说那个可以让对方拿到100万，嗯。是哦，对，不是。那这有钱他给小弟吧。哦，馆长说你去停车，安尼。你看他讲的哦。我不是。大哥说他对他有一次的印象是什么呢？你去酒店，去酒店都交予馆长说你去停车，安尼。那一般来讲，小弟是安怎停？你知道？小弟是其实嘛是酒店门口甲停好趴车的。对。啊，你就付予伊几百块嘛。对了。安尼。结果伊讲啊，馆长啊，真久无转来啦，啊，转来了，我安规身躯汗皮皮叫啦，啊，我你走去对，我去停车啊，啊，你没有放门口给小弟趴？没有，远远那个地方有一个停车场，我觉得，一对伊的印象是守规矩啊，不是守规矩，就是说连这种小钱他就很在乎。郑大哥，我跟你讲啦哦。你头前跟我讲自卡，即马跟我省小钱。你知影叫一顶滴滴，阮敢若叫滴滴去工作，大袂好阮钱个啊！阮爱家己贴个，我省迄落钱，我要省什么钱？啊！你这个听谁讲？我有两个大个啦，我上亲包两个啦，两个拢死啊，拢死真久啊，两个拢死足久啊！真个是，较早我足尊重一个大个。胡哥，就比如这啊，这个是阮家己的，阮沙林堡这边的一个阿兄，带我出来，两个拢过往足久啊。我唔知你甲倒一个大个问到的，我的人我嘛无凊彩出门的。哦，我唔知你讲倒一个大个，啊你也无好多对峙，也是你咧捏造，啊唔就好笑。啊，过来你讲啥？讲这一卡，那你听我，郑鸿仪好像很支持黑道啊，民进党的电视台，是不是？哦，一副好像把黑道捧得很高这样，你跟他讲话，你看，就是这样子啊。正确，而不是正，就是。所以他代表说，我们过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没有立过战功。好，他说，大哥说，这个馆长没有立过战功。这样就好笑呀。你多位，郑先生，你多位诶？你这到底多来诶？什么叫战功？战功我唔知道你什么叫战功呢？你是乌多诶啊？乌多电视台哦？你啊高嘞？你是高嘞台少年呢？爱混乌多了对啊？我你听我咪啊？你看那个口气。他说馆长吼身材很魁梧，所以馆长是什么咖呢？他说馆长是功绩咖。负责去参加穿黑衣服啦，很好参加公祭，很好看啦。公道就好。你那是欧多红公公祭卡是，这跟我们女明星被讲花瓶是很像。我不是我，我是说女明星被讲说啊，你的花瓶。你本来就花瓶啊。太好了，因为今天只有一个女的。好，公祭卡。我觉得他讲话有一点点贬损他的意思了哈。
好啦，废话就不多说啦，我就挑几个重点讲啦，好不好？哎、欸，你是觉得黑道要什么战功才会比较嚣张？你这个电视台是希望年轻人是混黑道是不是？然后再来是你讲的资讯都不正确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以前做什么嘛，反正我们干干净净的出来了哦，做过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提了，因为我做过事情太多了，我们就不提了。替那些老大卖，替那些老大，替以前那些大哥做白工做一堆。再来你说功绩是不够咖，你这句话讲出来可能很多出来或是聊天室里面一定有很多参加过功绩的哦，你这样讲我们就很不开心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先来啦，我还是一句话，大家千万不要去混，都被利用而已啦。你问聊天室啊，功绩你还要拜托咧，你还要拿钱出来拜托我们去找人咧，什么会不是咖？你自己问聊天室是不是这样啊？老大要面子的时候，不用求的，用拜托的啊，看这个多少钱，而且还找不到，不太还要找人啊，他们弄老半天，老大要面子嘛。你现在说我们不是咖哦，那你这样得罪全台湾多少黑帮都要公祭的，那你说去公祭都不是咖，我真的觉得哇操，你这群人是怎样睁眼说瞎话，去公祭都不是咖。去公祭是大家都拜托的，拼丢面的，会当来偌济就来偌济，啊来拢收听的，一寡有会啦，终身代啦。你就讲，咱可能30岁、27岁、28岁这种的，咱都是，咱未去提钱，你知无？咱是囡仔头嘛，囡仔头就是爱带囡仔，带一寡16、17的，18、19的。啊，后来中间警政署，哦，迄当初那警政署。国运用个啦，未满18岁，你去看卖，警察可能甲刀啊嘛，大家拢知嘛，所以之后他的 level 就提升了，继续嘛起来啊，用拜托你未满岁嘛，袂当来嘛，未满18岁都不能来，都要把那种满十八的那个困难度又更高，然后都嘛要找朋友拜托的，不然要找一些来混在一起的年轻一辈的用拜托的，那、啊、什么叫做不是咖？哦、我是觉得我操，不是啦，我是说不是。不是我是说今天话不要乱讲哦，就是说我是不是什么咖，我本来要说了嘛，啊你怎么会声会影的说我以前都去弄功绩，我功绩也没去几场欸，我功绩也没去几场欸，而且功绩只有一个老大，以前一个老大中的老大叫我才会去，其他人我是不去的，我不随便参加功绩的，你要搞清楚咧，我不知道哪个老大跟你讲的啦，我是那种大家都知道，我在社团里面大家都知道我最调不动的那一个，因为我自己又要训练又要干嘛，我很忙，公司也没有让我赚到什么钱，大家都不好意思叫我了，哪轮得到你出来没叽叽喳喳的啊，笑死人了，我说过了，杀人放火的事情我不做哦，那什么叫战功，你在那边吹什么，反正随便啦、啊、我只是觉得一个谈话性节目你要讲东西，你不要在那边自己编故事，真的很没意思，政治有点不对的哦，你们就开始这样，我觉得这不太好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好，哎、欸，真的是跟大家讲，真的是你在那边编故事，我们听的人是觉得莫名其妙，靠北。好像我在混的时候呢，好像你就站在我旁边一样，那讲的绘声绘影的，嗯，我出来都靠我自己啊，大家有混过都知道不好混啊，干嘛自己都要找工作做，甚至去上班，真的公开闹鬼都是这样子，去跟那个老板身边帮他开车上班拿薪水，我们以前就只没有办法嘛，啊，后来我想说这样子的话干脆啦，我就干脆收一收，我就做正常工作，所以我后来要做正常工作，我就要开店嘛。混哪好混啊？混真的不好混，好不好？真的我更搞不懂你这个消息来源呢。哦，我也不会告你啦，我只是说，请你这个单位以后要讲东西，尤其是讲到我这一段哦不好的历史，我不好的历史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就是他们这段节目其实哦，我跟你讲。好好讲是一句话了啊，馆长以前其实就哦，他问问哦，他就
真的就真的是没有做什么坏事吧。其实一方面好的，就他都不做什么坏事，坏事他也不做嘛，所以他没有什么战功啊。你可以换一个方式讲嘛，啊，他以前人家就不想犯法，哦，如果我今天还支持民进党，他今天就会这样讲，哎，肯定的，肯定的。我觉得我今天还支持民进党，他肯定就不是这样子的啊。我问那个哦，馆长以前好善良啊，哎呀，你知道都只敢去攻击哦，我问人家都只敢去攻击，其他事情都不参与，好善良啊。所以后来就是除了做生意，他混的时候人家说他没有战功，好善良啊，哎，他可以变成这样，也可以变成说啊，他就是他小啊，他说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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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旧片段，我是说这种东西嘛，就没有一句是真的，靠，就没有一句是真的吧？就没有一句是真的。那时候我操，莫名其妙。他在那边叽叽喳喳的，看这个就很腻。2020年节目，我现在来看到啊，我现在才看到啊，哎，他现在才放出来啊，他来切割，现在才放出来啊，他可能看最近我怎么，我这件十号，我这件是十号才卖，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介绍。说明他是为什么这样做，他是什么样的系列，他使用什么材质。哦，我这件是10号款。对。新年新希望，就是希望我的企业能够更好，然后明年的活动，欸，不能说明年的，对不对？今年的活动，如果我们的政府还没什么改变啦，然后大家人民我觉得心生不满，我跟黄国昌商量决定之后啊，如果有办，希望今年的活动可以办得很圆满，可以所有人都可以愿意出来为国家为社会，我们一起站上街头，一起跟政府讲我们要什么。好，然后我的电商，我们的健身房，哎，都有新计划，哦，包含今年的四月份，全新的2000多万的，我花了2000多万做了2年的网站，它会有很多新功能，包含各位的，以后就直接买东西，它直接会有一个下信用卡有一个点数，你就可以拿去换赠品啦，爱什么换什么换什么。包含整个网站结构都会改变，包含未来不限流不排队，因为我们整个重写了，整个评关是加大的，花了2000多万做了一个，花了2000万2年做了一个网站，今年四月正式开始启用。对，所以很多东西基本上我们的3C的东西齁，都蛮好用的，都蛮好用的，哎，你要讲那什么刀了？哎呦喂啊！我们来回忆一下，人家问问观众，他超爱蹭的，我们就不要讲他，拜托好不好？从1918年蹭到现在23年了，还在蹭，自己还在那里还在蹭，我都不知道做到哪里去了哦。真的是这种人，真的拜托好不好？要不要不要？还在蹭他？他一开始为什么红的？讲陈志安红的。现在不红了，还是要讲陈志安，算是有始有终啦。从头到尾呢，就一直讲我觉得好烦哦。哎，都是有标准的嘛，跟当年的张江春啊什么的啊，但是人家起来了，人家骂完我起来，骂一阵子，骂起来之后，人家会找话题嘛，找方向嘛，经营自己嘛，烦不烦呢？我已经哦，2-3年前讲过他这个人，我懒得来讲。啊，我跟你讲，我在讲实在话，这种的哦，我跟你讲，我这种的哦，我宁愿跟，如果这种，我宁愿去跟统神慢慢斗嘴，我觉得跟他讲话，我觉得统神还比他好，应该是这样，你统神都不能放在跟他一起比，这侮辱统神 ，Boys 也是一样，都不能跟他放在一起比，都不能类比，我没有讲谁齁，
我只是说不要跟我放在那个哦类别，因为人家统神是一个自己努力经营起来的，虽然他吵架，他也是努力的吵，努力经营自己，有自己的族群、自己的观众，一步一艰辛走上来的。Toys 也是一样，只是中间有出事，他有他的风格、他的想法、他的手段、他的说法。哦，那网红这么多，每一个都很每天很努力，哦，每天努力想主题、做主题、拍影片、做自己的东西，哦，就只有哦，整天在靠着，哎，嘿嘿，靠着别人的，哎。那所以说你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哦，这个就不要再讲他，拜托，以后就是哦尽量哦，这一群人呢，这一整群一大群人 ,18年19年大家都见识过了。这一整群人好几个哦，然后还告我三十几次。说到拍你啊哦，还要吃还要拿吃东吃西吃卤米。哦，这种这组人啦。啊，不然自己说内战。韩粉内战嘛，个内战互告，哦，个像个像到底，像个像修改，像个像安娜，因这顶狼，像个像安娜，吼，我告好杂诶，嘿，嘿，真正足恐怖，嘿，已经超越人性啦，拜托诶，拜托，甲这顶狼有关系，包含那个什么汽车旅馆要食面线，嘿，拢靠离我较远诶，拜托诶，哦，拜托诶，离我较远诶，离我较远诶，吼，离我较远诶，嘿，离我远一点啦，诶、欸。